是门票加索道的一个套票。想乘坐高空索道的朋友先注意啊，高空索道距离咱们下车的位置比较远，因为咱们车子停在前山停车场，高空索道呢它在后山的滚天沟停车场，走过去大约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，所以说咱们乘坐高空索道有点远，有点不方便啊。咱们景区呢不但有高空索道，还有地面缆车，还有滑车，有好几种交通辅助工具，所以咱们这个交通辅助工具你不要着急去选择啊。一会儿呢会路过天下第一雄关区域观赏城，看过长城之后呢，交通辅助工具我会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，就是说它具体位于景区的哪个位置，那把大家带到长城上面的哪个位置，它长什么样，哪个远哪个近，我都会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。建议咱们大家呢听完我的讲解以后可以再做选择啊。而且交通辅助工具到了景区以后呢，咱们还有释放窗口的，到了景区以后可以现场购买。对于关于票的问题咱们都听明白了吧？明白了啊，没有预约的咱们一定在车上提前预约一下啊。什么呀？搜不到，搜不到，一会儿我帮你弄啊，您先别着急啊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咱不会预约的也没有关系啊，一会儿您举手示意，我可以协助您购买几张门票，大家不用担心了啊。那好了，再说一下安全问题，上长城大家一定注意安全，因为长城呢它是建在山上的，依山而建，山有多高，长城呢就会多高，是有多陡，长城呢就会多陡了。而且长城它是个防御工程啊，在古代它主要是抵御外敌的。所以说它建的时候有地方很宽，可以五马并行，十人并进，那么有的地方还很窄，上下仅能容一个人通过，因为它是个防御工程，要做到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咱们八达岭长城呢，因为它是保持了长城的历史原貌的啊，所以有好几个地方都是上下仅能容一个人通过，所以说咱们人一多呀，往往会形成游客的滞留了，这特别拥堵啊。而且八达岭长城上下一条道，上游客往上走，下游客可以原路回来了，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。而且咱们八达岭长城台阶呢也是高矮不一。